凯来表演。哦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大凯。哦，我们的大凯小泉十一郎。你大三万。屁股好翘哦。你大三万，可立基哇，空巴哇，瓦大西哇，小泉十一郎的是。没错，我的爸爸奥多桑就是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，所以呢，我们全家都很会看首相哦。来来来，哦，嘿，你的生命线好长好长好长哦，长寿的是。哦，哎，你的感情线，哦，好长好长好长，好长到脖子了呢。哦，哎，你的事业线，哦，事业线，哎呦，你干什么看人家的事业线打妹？在我们日本呢，就是有非常多的电车喏痴汉，所以呢，今天十一郎要来教大家国际防身术，日文叫做 Panasonic 喏防身术です。假如说呢，有痴汉抓住你的一只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大丈夫，他抓住你的手，你还有另一只手。但是呢，假如说痴汉，你是看我被打很好笑是不是？但是假如说呢，痴汉抓住你的两只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没有办法挥手了。大丈夫 ，OK OK， 大丈夫大丈夫。但是呢，假如说呢，痴汉从背后勒住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大丈夫，大丈夫大丈夫。但是呢，假如说痴汉从背后一把把你抱起来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哦，大丈夫。休息一下，他就会受不了了。来救补，来救补。但是呢，因为很多女生呢都有天生的困扰，因为呢她们头发很长，这个是一个致命的弱点。假如说呢，痴汉一把把你的头发抓住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来救补，你只要把假发脱掉就可以了。所以每一个女性出门记得都要戴假发哦。国际防身术，我们下次见。好笑，好笑，好好笑，这好笑，这么好笑，你真的要换衣服啊？哎 ，OK， 哎，这个是烂的，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往烂的地方走。任翔可以接受吗？任翔，我觉得好笑，觉得好笑，都蛮好笑。哎，每个人都觉得好笑，觉得好笑的请举圈，不好笑的请举叉。哎，比比德国人，果然没有幽默感的德国人。你看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来就不来就不。请问为什么你觉得不好笑？因为德国人没有幽默感。其实我还是觉得有时候可能文化的差异，所以台湾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外国人的幽默方式。因为像我真的曾经身边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比方说我们是一个聚会，然后有台湾人有外国人，可是大家都不是很熟，或者是第一次见面，所以我们彼此就要介绍。那我们介绍到比如说好，法比欧，然后要认识我们台湾的新的女生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这是比欧，然后这个是李毅这样。然后比欧可能看了一下李毅的身材以后，就会说，哎呦，你们台湾很多地震你都不会怕，对不对？你都不会跌倒。然后李毅就会想说，怎么了吗？然后就这个笑话，他可能就要解释说，哦，没有啦，就是你可能下盘就是比较稳重一点。台湾女生就会爆炸，她就会想说，怎么了吗？就是你是在笑我胖还是怎么样？可是那其实就只是一个外国人的幽默方式。我有遇过这种类似的，然后是那个美国人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就是分两台车坐，然后就是载不同的人这样。然后因为那个女生因为跟他们不太熟，然后是第一次见面，然后所以可能她英文也没有很好，然后上车的时候她就是先睡着了，然后睡着之后呢，下车我们到了目的地，然后另外一车的朋友就讲说，
哎，你睡觉竟然会流口水耶！他想说，而且你的眼睛怎么都没有闭起来？然后我那朋友就觉得说，哎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睡着？原来才发现是后座那两个美国人，然后就是这样子跟他自拍，然后拍了很多张那女生睡着的照片。然后可是我那朋友就会觉得讲说，我跟你第一次认识，你为什么就是要拍这照片？我说，他就觉得说你拍就算，你还要发在群组里面，然后那群组里面你也有很多就是不太熟的，就是他就会没有办法理解美国人这种幽默。这是真的，我会觉得如果刚就是刚认识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跟你开玩笑，我们觉得可以修得比较快，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跟你修。就是因为不快熟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时候开玩笑的确是会打破那个僵局，拉近距离，对对对，就是。但那个人在睡觉啊，等他醒来就会拉近。大家看这个照片啊，大家都可以一起笑，然后大家都可以觉得很好玩，就是那种幽默，他们就觉得很好玩。比如说我们会单纯的说一个笑话吧，可是台湾人可能会以为我在欺负他们的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就是有一次我在我的社区呢，然后就是认识一个阿姨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哎，那你有空就帮我就是陪我就是遛狗。我说好啊，就是有一天我就去。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哎，我今天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，我就去跟她见面吧。我发现她的狗是很大只的那一种，就是German Shepherd 的中文叫什么？就是大只的那一种狗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的一个画面是什么？因为他的狗一直往前走，然后他一直被狗就是一直往前拖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笑，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狗？然后就看阿姨做一个笑话，就是哎，阿姨，你应该要把这个帘子开在你的脖子上，因为应该是要狗留人，你懂吗？我就说，然后他觉得哎，你是要把人生狗吗？就哦，我是开玩笑说，应该不是你带狗，应该是要狗带你。所以就是他不懂那个笑点，阿姨的老人家就是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好可怕。我像我的岳父，他是年纪也比较大，然后我不知道这是跟他的年纪有关系，可是他有一次我们在这下雨，然后雨下得很大，然后他说啊，落后梯爬坡梯，就台语的落后梯爬坡梯哦。他爸爸就是开始。就很好笑，他，然后他在笑什么？然后老婆说，就是下雨天大老婆天，所以就是哎 ，rainy day beat your wife， 我觉得这个又这么好笑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是后来我觉得 OK 啊，那应该可能就是语言的问题，可是我想了很久，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是？就是家暴是好笑的吗？哎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打？哦，不是那个，有可能哦，不是那个打，他可能不是那个打，那真的很好笑。Yeah， 夏天不能出门，终于懂了，不能出门。哇，谢谢谢谢，我们把戏是看那一种，就是执法，金发金的笑话。